엄마. 네 집에 이게 또 우유야. 엄마, 你 등나요? 我那无转来，这个家唔知变成什么款啦。是你跟阿妈讲，这个家就要煞桥，奈当无讲。清流，志明甲佳云要搬出去，是你稳准的。是。那安尼，我爱你转来，甲厝内搁好，你唔多拢无咧听。妈，我知影你无爱厝内面的人分开啦，啊，不过这嘛不是清流的问题啊。这段时间哦，厝内面发生真侪代志，佳云的精神控制有问题，啊，志文的额叶受伤，伊的记忆甲情绪拢有影响啊。因两个人吼，拢需要一段时间休养。啊，这件代志无安尼处理袂用的啦。这是阮家的事实，讨论的决定啦，请你尊重阮的决定。所以我袂当有意见。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明珠，我老翁老头壳还阁真清楚，应该尊重的我会尊重，你免甲话讲啊遐尼紧。妈，明珠，你定定听妈讲好无？出来情形，珊珊都已经跟我讲啊，我嘛了解。这回的状况真特殊啦，啊，勉强大家吼继续待做伙，恐惊会互冲突愈来愈厉害啦。明珠，你拄则讲要分开住，是为着要互志文甲佳云较方便恢复，对无？是。我看安尼啦。你甲志文先去咱家已经别壮大一阵嘛，我阿陪志文养伤啦。志明甲佳云诶，因两个继续留伫这厝啊。珊珊，啊那你吼，我卖勉强啦，你爱住倒就住倒啦，非得你甲你两个哥哥拢真有话讲。多谢妈。妈。你安尼讲，我阁无了解安尼。是安怎？唔是志明甲佳云去住别庄，是我甲志文爱搬去啊？敢讲志明阿母甲你较有话讲？明珠，莫安尼甲妈讲话。我问一下，敢会用诶？我看妈哦，是偏心志明是大房大孙。明珠啊，恁爸愈讲愈超过哦。你先坐落来啦。明珠的问题，我来回答。志文甲佳云是两个人受伤，啊，不过有差别。志文是脑受伤，即摆因为身体的关系，造成伊的情绪较无稳定。啊，不过只要慢慢啊，等伊恢复力量，有充分的时间，志文就会当恢复啊。等志文身体好啊，一切拢恢复正常。到时，志文自然就会回来这个家啊。不过佳云无同款，佳云老体啊，问题是出在伊的心受到打击。这心若要恢复，是爱去面对，不是逃避。假使这时阵，和佳云逃避，搬出去住，安尼以后佳云要回来这个家，就更加困难了。所以。假使真正要分开住，互你甲志文去外口养伤，安尼这方式比较较适合。妈，你安尼讲我听袂入去啊！你听袂入去袂要紧啊，志文，这是阿妈的想法，阿妈已经甲我家己的想法讲互你知影，你嘛会用想看卖，阿妈是毋是有大细心？你会有你的判断。
嘉宇，阿妈讲的话你拢有听到吼？安尼，你的意思咧？阿妈，你讲的话，我拢真清楚你的想法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若是照你的意思去做，恐惊同款无得予大家满意。婚嫁这两字一开始就是为我的嘴里讲出来的，我出去当然是我甲志明，安尼才讲会过。你真有责任感，啊，不过我嘛有我的私心啦。我希望我的囝孙，甲我会当离较近的。志文伊是大人啊，我若要看伊，随时都会要拜托恁阿姨甲伊转来。啊，不过红姨也无共呢。在你后头厝，甲林家中安尼带来带去，带来带去，我甲他想到就真唔甘嘛。请你吼，嘛请大家吼，小让一下我这个老大人啦，小体谅一下，我想要看囡仔孙的心愿，安尼好无？我要杀人，安尼真不礼貌呢，林志文。我跟你周天宇，本地都无任何交情啊。而且你捌把我的 case 清扫过，我跟你当作是空气嘛，是多好尔啦。酒啉这么多敢好？而且受伤会当啉酒，唔免你给。但你嘛同款得了这款的病了，你才去问你的主治医师，莫来问我。哦，讲话真险嘞！你怕歹着我饮酒的心情啦？若是惊险，就莫来饮酒，等去饮水啊！闪开！哇哦，林志伟，你有夜受伤以后，脸都变得像查甫囝嘞，这不是歹代志。我更加有兴趣跟你合作啊！我听王医师讲，恁大房、二房两个人无合，而且外面风声讲，你头壳的受伤是因为林志明利用媒体放风声，想要掠到无法住宿者，所以才去害到你。严格讲起来，是你大兄跟你害到安尼。点过伊煞好好无代志，你煞替伊担一条。你敢袂怨我？唉，这个世间无公平的代志，本来就真多啊。减过敢若减人几岁，都爱永远予人当作细汉的，种感觉够可歹。减过我有办法，予你脱离这种状况。我有办法甲你斗相共，予你看世界极端。我是来饮酒的，不是要来听你做钱包的，嘛不是要听你遮讲五四三。第二，你的钱包做了有够烂，嘛无需要伫遐画大饼啊！啊，我若是你，我不如信阮大兄。你哦，当期较早睏得较有眠啊！你讲啥？我就是讲你自卑啦！你就是惊选举选输阮大兄，唔只有这款少林暴素，都连阮李少言师也叫你牵拖入来。哼，像你这般的，还要跟人出来选理事长啊？都算讲无人啊吼，也轮袂到你啊！你家点去？我过安怎嘛比恁过好？你是要提啥跟阮过比啊？阮阁无参详你，用这傲步。你若是要来拜托我，恁就应该去啊找你的丈人爸。哈，不过哦，你的丈人爸若知影讲哦，你来找我，
一定替你这个囝婿吼，感觉见笑。我看见笑是你，我要扶你这细伢囝，你煞唔知感恩。你这个妈宝，你都让你妈为你打算一世人好啊！我无需要阮妈替我打算啥。你免把自己看啊，这么有能力，若不是因为你妈妈带你去林家，你哪有资格做世界集团的总经理？这拢是因为你妈妈功夫好，敬着阿婿。你把你这句话给我收回去！我无讲唔对。也不过，虽然你妈妈敬着红仔，煞无把你这个妈宝教好，所以让你这么天真，这么信任林志明，就算讲你的头壳受伤，你赶快这么信任伊。总有一天，你就了解林志明的无情，你就会因为判断错误，害你妈吃牢，带你出去做乞丐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不好的细伢子。